画面上是基隆邮局局长周哲范跟台电基隆区营业处陈居湖处长共同挽袖捐血。这次的公益捐血活动获得邮局和台电两个单位的同仁热情参与，并号召民众踊跃捐出热血，一起为社会树立优良的典范。我们特别与台湾电力公司基隆营运处合作，共同推动这个捐热血有爱心的公益活动，是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活动可以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一起挽袖捐血做公益，一起让爱走出去。捐血活动 的好处是很多的，除了可以让我们自身的血液新陈代谢，也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病患。很高兴我在年前到台电的基隆区处来报到，本来啊就要去捐血了，不过我的同仁及时的告诉我说，我们跟中华邮政这个共同举办一次都不放过的这个捐血活动啊、就要来这个邮局先来举办，所以我就忍住这十几天啊，今天终于可以来捐血啊，那么很感谢中华邮局安排这样的活动，那么也来邀请大家再过半年就到台电的基隆来捐血，我们一次都不要放过做爱心的机会。这个公益捐血活动就在爱三路的邮局旁边，人来人往，因此也吸引许多路过的民众热情参加，大家一起做公益，让社会更有爱温暖。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